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注意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424面第五行经文：微风时动，随诸机业，演出无量妙法音声。机声流布遍诸佛国，清净爱量微妙好雅，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。这段经文是讲秋音声利益众生，咱看念落的注解，有现秋音演说妙法，不可思议之益，也就是利益啊。先解一些妙法，妙法者，第一，最性不可思议之法，法华显于思法，妙者，无比不可思议之法呀。风吹不思机业，说话音声，言说不可清量之微妙发音，古文言出无量妙法音声。啊，咱来看这段，法在佛陀教学当中，伊是一个总大名师。宇宙之间，万事万物，咱通常讲性相、理事、因果，把整个宇宙全部拢包括了。佛用一个总代名词就叫法，慧能大师讲了：不计诸性，人生万法。啊，万法是一切法，一个一切法来对。确实有不可思议，这个称之为妙。第一，最性都是法呢，那确实来讲呢，讲真话，无一法不是妙法。法华皆妙啊！为什么呢？法华平等啊！咱伫个《金刚经》顶面有读到啊，诸法平等。无有高下，多一法不妙呢？
拢是第一，拢是最胜，拢是不可思议。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拢会生无上道，门门拢会帮助众生明心见性。所以无一法不妙啊！就那像药同款。啊，你去药店，那用中药来比如，药材啊，遮多，品类啊，遮多，每一种药拢会医病，只要该病医好，迄拢叫妙法。众生有八万四千病呀，佛有八万四千药啊，啊，佛法就是医这个众生的病的药，可是这个药要对症啊，才会把病医好。若是讲用错了，那病医未好，颠倒把病加重，那就不妙啊。所以妙这个概念，但有正确的概念，人些妙法。这个一切病痛当中，有一种药是普通的药，什么病拢会当医，无对症嘛，不要紧，也无害。这个药就是妙中之妙啊！中国俗话所讲是万灵膏啊，万灵膏，伊啊无副作用，佛法内面嘛有一种特殊的妙法，这个妙法就是念佛。无论你是诶什么毛病，念佛绝对无错啊，绝对无副作用，对你只有好处，无坏处啊！啊，咱就知影咯，这个所在讲无量妙法，就是讲这个念佛法门。广义来讲，是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教化，啊，就是指教学。教学的内容、教学的理论、教学的方法，拢总伫这个法律内底代表了。所以啊，这第最简单的一个讲法，就是第一最性不可思议啊。人看了这句，就会想到发菩提心，以向专念。现在啊，社会动乱，动乱加上过分了。安怎讲？完全脱俗，俗是特殊，就是啊，完全啊，无咧遵守特殊，乱咯，乱作一团。为什么唔遵守特殊呢？无人教，你今仔这社会嘛，无人敢教。所以社会动乱，众生可怜啊，干掉的果报就是啊大灾难。
因为咱的人心发俗了，违背了伦理道德因果啊。咱的行为发俗了，感应得到的依报，大自然发俗了。春夏秋冬四季无正常，把所有一切灾难爆发了。山无亲像山，海无亲像海啊！山会放落去，海会闷起来，这是太输咯。所有一切犯你跌输的原因，这是啊，《大乘经》上讲得真清楚的。大乘经教咧，甲咱讲，伊这话从心向生啊，一句话重要啊。你心内想的是清净的，心清净，心善良，一切拢有下跌输啊，无恶嘛下。妙啊！心那无正常，那是被染污了。现在是严重染污。什么物件染污呢？自私自利就是染污啊！主要知影，自性清净心内底无自私自利啊，找无啊，名门利用找无啊。五欲六尘，七情五欲找无啊。贪嗔痴慢也拢无啊，心是甚么款呢？这个经题顶面讲啊真清楚啊，心是清净平等甲五啊，清净平等觉啊，这是咱呐每一个人的真心啊。你不能受经，释迦牟尼佛甲咱讲。清净平等觉都是阿弥陀佛的名号啊！我常常劝大家啊，特别是这个时代，咱来换心。第一要紧呢，把阿弥陀佛放在咱心内，咱的心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咱的心，阿弥陀是什么呢？都是清净平等觉，这是我早年在美国所讲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这就是阿弥陀佛了，这就是无上菩提心。咱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，达这个相违背咯啊，咱就啊错咯。上古咧讲啊，你啊错用了心咯，你用心用错咯。阿佛千万唔通错用心，见道场过卡唔通错用心，修行错用心是伫害家己。见道场啊，错用心迄是不得了了，这因果责任太大了，你唔呐害众生，你也会甲大众啊。我都去搞啊，邪法来对起咯，迄毋是正法。那些破坏正法的呀，这个罪啊，啊就真重咯。讲这个话大概三十年前。我提出来，二十二，
作为咱家己修行的标准啊。存心就是啊，用心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行事处事待人接物，看破放下自在啊，随缘念佛。这个二十二就是在美国的时阵，我还记得是1980年代提出来啊。所以尊心关系就真大了。那啥正是以这个标准来分的啊？金梦也是这个标准分，最后也是个这个标准，跟这个标准相应的是正、是善、是福。跟这个标准相违背，那就是啊灾祸啊！我学佛60年了，最初是以铁学为基础啊，把佛法看作铁学。完全徛伫个铁盒个即个角度来看佛法，以后深入了后，才发现佛法太殊胜了。就像即地所讲个，第一最胜不可思议，伊超过了铁盒啊，超过了科学，慢慢渐渐深入了。对伊个认识更加深，更加宽。这才发心，专心专力来学习。这门个物件太好了，可惜啊，世间真少人认识。无理性对当然未产生兴趣啊！我无熟悉彭东美先生之前，一点仔兴趣都无。无了解，无认识，太生分咯。接触了后，时间愈久，认识愈清楚。如前讲，60年这参透啊，为万事从法门内面，都是法门最简单啊，最容易啊，最稳当，最快速，成就个悬，一个最悬呢，无过有无量寿。这部经啊，修学的方法无过有之名念佛，所以从世间法，我就拢中下掉，什么拢无爱了。是为这部经、这句名号，伊会当啊帮助我去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看到阿弥陀佛，变化界、虚空界一切法，你全部拢得到了。这个法门得到。一切法门全部拢得到，为什么？一切法门拢是自性变现的呀、一切法不离自性，
咱伫即个世间，明心见性做未到啊。到极乐世界就见性了，就圆满成就。这是啊，这经内面的捷径啊，所以经总共称为经中经又经。佛法的经路是大乘，大乘是经路，禅宗是大乘内面的经路，所以叫做经中经。净土是禅宗内面啦、最近的路，所以讲净中净又净，这都是啊无上啊妙法。咱都要弄清楚，祖师大帝安尼讲，咱有怀疑。咱要纠正，伊讲的敢真正无错，敢真正是实在的，可以当相信袂？咱用了十几年的功夫啊，去纠正、证实咯。那讲佛门内面祖师大德甲咱啊做见证。现在西方的科学家嘛，甲咱啊做见证，不可思议啊！那来以这个方法来修行。免啦，真久的时间，三年五冬，十年八年有够咯，你就证到这个境界，互咱家己亲证。这都啊，未过再怀疑咯。法华显于思惑，妙者不比不可思议之法，不比是赞叹啊。赞美、赞颂、赞叹，不可思议的法门，啥人来褒美，啥人来赞叹，不是别人，十方诸佛如来。咱那现在知影咯，妙教佛果是性中之性，言中之言，真正是大性大贤。佛道经内面，咱看到了方佛赞。玄奘大师的译本是方佛赞，咱那才知影讲，罗西大师翻译的，伊甲四方有，上下有，四维成六了，所以称六方。六方实际都是啊十方。风吹不思机业，所发的音声，就亲像咱这个啊世间的风铃同款啊。
一挂风铃挂伫手机顶面，风吹的时阵，你听到这个音乐，定有是交响乐同款，非常美妙。但是咧，伊未说法，西方叫做世界，因为树拢是啊，宝树。伊遐拢是啊，珍宝，风吹互相吸着的时阵发的这个音声，美妙啊！阿弥陀佛，以本愿为神加持啊，音中就说法。亲像唱歌同款。你详细听伊的说法，伊的吟诗，伊的说句，妙极了。尤其美妙之处，我想听什么，伊就给我听什么。想听华严，伊伫遐咧讲华严经；想听法华，无错啊，听的一点都无错，伊咧讲法华经，个个都无相爱啊。咱个几个人斗阵，斗阵去听，个人想要听的啊，啊，就是迄个无听错，这才叫美妙不可思议啊。所以经常有一句这款话，演出无量啊妙法音声。注意这两字，演出，就亲像交响乐队啊，同款演出啦。叫做世界美好，讲不尽呢。爱音乐歌舞的，你就去树卡，会当满你的愿。爱规规矩矩坐伫遐听佛，说法的啊，你就去讲堂啊。无论伫什么所在，无论伫什么场所。你拢无离开文化，这个后面一段一段甲咱介绍，最老爱说法，叫你叫嘛会说法，无一项未说法的。这个显示出什么意思呢？无文化你都未开悟啊！文化你才会开悟，大天大悟了后，恭喜你咯！你回到上一讲，你正着究竟圆满。所以十宝庄严土，何必是佛教内面的研究所？四十一位发心大师就是研究生，有学士班，有博士班，三贤位是学士班，十地是博士班。方便有乌托，何必是大乌？凡行动机托，
好比是中小学。但是呢，迄个世界上课啊，是做伙啊，这是妙不可言。彼此各人拢无相妨碍，每一人听佛说法，都是家己啊要学的这个课程啊。啊，咱知影，叫做世界钢筋教学绝对无课本，唔要用书籍。老师讲的对自性流出来，学生所修的嘛是对自性来对吸收，无一法未回归自性。诸性灵性万化，诸性本自具足啊！含书曰：诸性为佛书，言可思议。耶罗世界音声，声对尼君。楞严经，观世音菩萨尼君圆通章，甲咱讲：诸佛真教体清净在音文，观音菩萨闻声救苦啊！啊！众生苦难的声音，伊听到了，伊就伸手啊来帮助你。帮助的方法无量无边呢。不过问题是，你都要愿意接受才会用的，你若不接受，伊未当给你帮忙啊。啊，那接受呢？真诚恭敬。印光大师讲的，一分心经，你就会啊接受一分。十分心经，你就会接受十分。菩萨的布施是平等的啊，法法布施、财布施、为布施是平等的。接受偌多是咱个人，每一个众生根性无同啊，善根福德因缘无同，所以你啊接受的利益是无同款，拢在家己，所以家己爱好好修，甲接受佛菩萨遐个条件。故作咱才真正得到诸佛菩萨发誓的利益啊。真像经常讲的，回忆真实之理，咱会得到佛菩萨真实利益。佛书家即祝贺即教化，这个说的最后加一字，
政治组合及教化。这叫做佛书。现在佛书这个名词和大家曲解了。什么叫佛书？法会是佛书啊。经常超度叫做佛书。错了。因教里面讲的佛书是教学啊。花花是教学的成就。用教学的方法哦，接受教学的人化眉为我啊，化恶为先，化繁为圣，这叫化。化是教学的成就啊，教学的目标达到了。如君臣来的上上君临，标准是化繁成圣，对中等君臣的人，化眉为我，对下君的人，化恶为先。所以啊，佛教啊是佛道教育啊，伊啊不是宗教，这个咱一定要创个清楚啊。那无咧，咱那学佛就学错了，学偏了，学邪了。学偏是学到修行去了，无偏是大行啊。学邪了，迄就该佛法啦，上回背咯。诶，唔是佛法，家己认为讲是佛法。这伫个佛门内面嘛是真多啊，未少啊。我会甲佛菩萨当心明看待，大刚啊求佛菩萨保庇升官发财，错了。哎呀，是学邪咯，唔是学偏咯。比偏也阁严重，偏是偏离大乘，假是连修行都偏离咯。我一句话讲，错咯，误会咯，伊根本都唔是咧误会啦。啊，这是咱未当讲唔知呀。嘛，未当讲分辨清楚，啊，咱啊，学佛肯定会行弯路，弯路大乘是偏啊，后是邪，最后结果去三途啦。你讲弯路无？啊，可学去五鬼啊，精神地下去咯，这真正是玩弄啊！所以这所在唔通错啊！
下面的这句话，也是一切有益有佛道之书。佛道是什么？成佛之道。一切帮助咱成就咱啊向佛道啊，成佛道的书就叫做佛书。为万世一切法门，拢是帮助咱成佛的，帮助咱断烦恼。帮助咱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啦。咱本来是佛，《菩提大乘经》上讲得非常清楚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一点无假。本来是佛，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款式呢？佛一句话都讲破了，但你梦想执着你不能坚定。咱今天也变成这款呢，什么原因？梦想分别执着，梦想一般大乘经上讲的无明烦恼啊！分别是尘沙烦恼，执着就是见思烦恼，这拢是佛教内面佛学的名词啊。因为你有这三种烦恼。你看不到性，那先有滴不滴啊？虽然滴啊，你也无认识伊啊，你看不到伊，因为你没啊。你唔知性伫倒位，你也唔知性的可贵啊！诸性内面有圆满的智慧，灭了后实际上也阁是会起作用，作用扭曲了，作用产生变化了，变成什么呢？变成烦恼。无量无边的智慧变作无量无边的烦恼，都是这款代志啊。也得灵啊，变了，变作什么呢？变作作业。也果不其实无种暗土，现在变了，变作六道轮回，变做三道苦报啊！按怎变呢？色变呢？什么叫色？色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啊！有这个物件，伊就会变质啦，变做六道轮回，变做三道，变做地狱。什么时阵你讲我？干我了后，地界无咯，了头无咯，个向上十法界嘛无咯，啊，恭喜着你回归自性咯，你的是无庄严土，虽然回归自性，你无明习气无断，
湿气那是登了，是报土嘛是鸡也无，只有一个真呢。上一光土是真呢。上一光土就是自性，就是啊本性，就是真如，就是如如啊。十波陀内面有这个四十一的位置，十住十行啊，十回向十地顶格，拢伫十波陀啊。那妙觉呢，上是讲只有这个位置，华严经上的妙觉如来，真正的平等。阿弥陀佛家人的方法妙转了，咱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严告对，而且世间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，咱处的这个环境，顺境是清心如意好环境啊，逆境啊，就是这个境界非常不好，灾难非常多，非常恐怖，这个逆境。善言恶言，善人对你是真好，照顾个真周到。恶言拢嘛是冤家债主，诽谤你、侮辱你、陷害你啊！不管什么境界，拢嘛是爱诚心诚意，一句南无阿弥陀佛。对人阿弥陀佛，对事阿弥陀佛，对天地万物阿弥陀佛。除阿弥陀佛以外，我什么拢无。我目睭所看到拢嘛是阿弥陀佛，顺境阿弥陀佛，逆境阿弥陀佛，善人阿弥陀佛，歹人阿弥陀佛。你真正回归到清净平等觉了，这就是我常常咧讲的啊。咱的心已经转过来了。专做阿弥陀佛了，这就是，哎呀，我以为我心内拢是阿弥陀佛，未用哩，以为未用哩，心内真叫阿弥陀佛是你的行为变了，行无中，一定是行无我，对外面的看到你的内面啊。外面的什么？你啊，对人清净真诚，你啊，真诚清净心嘛，和睦慈悲对一切众生，这都看到了。你心内真正是阿弥陀佛，这叫做功夫啊，这叫做真念。这真转咯，转什么？这经常讲，甲阿弥陀佛的智慧、光明、神通、道力、修学的功德，转来到我的身上了。啊，就是讲阿弥陀佛所加持我呀，我拢拢修到，我拢总咧享受。这偌欢喜呀！无转过来的阿弥陀佛开始加持，加持将来都无中断过。不过你将来都无修到，你将来无享受到阿弥陀佛。如果讲有一个众生做恶业、十恶的众生啊，对阿弥陀佛的众生，伊那无加持，阿弥陀佛的本愿就未圆满。就算讲对阿弥陀佛佛光照伊啊，阿弥陀佛啊加持伊啊，但是什么业障太重，伊啊
收到了，伊无认识，毋捌去啊，伊无享受到，收到定有是无收到啊。啊，咱现在是有一点仔感悟，有一点仔了解真正，一点仔未记。啊，伊诽谤我、陷害我的人，我伫遮甲佛师去拜位，我逐工甲伊回向。那伊讨厌我，我介意啊，我尊重伊。为什么？伊替我消业障啊！伊对我种种不善，互我常常反省，我是毋是真正有故事？伊咧提醒我，有者改之，无者加勉。有我就爱改过，感谢伊提醒我。啊，我若无爱勉励，伊咧做罪业嘛。我咧啊，提升境界。我敢未感激伊啊？然后你就了解了，林妙仙你为什么要感激高丽王呢？就这道理啊。无高丽王啊，甲这身体，伊家己嘛唔知讲，伊的林妙波罗蜜是唔是有修圆满，伊家己唔知呀。就那考试同款啊。高粱是科技官，一个科通过了。虽然这是真困难的题目，通过了。你讲偌欢喜啊！感谢老师啊！老师，伊唔是善意啊，是来帮助你，来提醒你啊，唔是这个意思，伊真正是想要害你、侮辱你，迄就是伊在作业，伊在作业，菩萨啊，提醒咯。所以菩萨感伊的恩，伊作业是不是受报爱受报？虽然受报也痛苦少啊，就是伊对地界伊受的苦不多。为什么菩萨感激伊啊？为什么对地界？因为伊的心不善，对地界修的苦不多，是菩萨加持啊。这个道理啊，这讲会通啊，这讲会圆满啊。所以菩萨对一切一切众生，一切残害家己的众生，拢无一点啊怨恨心。这是咱修学的标准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。菩萨所在之处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。伊讨厌我，我就回避啊。可以啊，心生欢喜。这是啊，大乘法啦。这是诸佛的教化，这是有优越的佛道之术啊，一定爱不爱啦？唔爱你咩修？这是佛术的。净算下面聊得也真好，通常以几乎超坚定发挥称为佛师，这是现在啊，这是误会了。但是现在啊，确实有这代志，咱也是未当加未记哩咯。也都爱知影，极乐国土，这是真正佛事啊！
书法音声，临做和书，这个和书是教化大众，开悟大众，这是和书啊。《法华经》上讲的开始悟入，在手目啊所发的啊音声开始听的人悟了。入是什么？入是正果，开悟了正果了。烦恼轻的人正果啊，烦恼重的人嘛会开悟。每天拢在听，每天拢在学习，都觉得未正果咧。到最后，大家拢嘛正果。啊，咱知影，娑婆庄严土各位有四十一个，哇，一句话讲，大天大悟啊，四十一处。净菩萨各位四十一处，初果得到了后，净二果，二果的人净三果，三果的人净四果，四十一个位处啊，最好就是顶格啊，顶格也都要开悟，果净果是妙格。妙格无伫咧即个，无伫是报土咯。妙格伊就会去上去讲去咯。啊，咱现在会甲即个创清楚、创明白，只有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稳稳当当啊，寿命长远。有的是时间啊，所以肯定一生成就，无像这世界六道轮回生生世世苦不堪言啊。东方在这个灾难期间当中，鬼神附体啊，真多。西方呢，这鬼神伊嘛会透出信息，都把你催眠，催眠当中，鬼神伫遮起作用。这些鬼神嘛，兴顺众生，如受灾难，对各方面头的信息都非常多。现在咱有这么多科学工具、科技的媒体。所以啊，人们头的这些信息，那也无真正重视啊。如果一旦大灾难发生啊，就亲像2012啊，迄个电影啊所演的，整个科技文明毁掉，电话无咯，手机也无咯。电视也无了，啊！二十里外这些信息你拢唔知呀？这个时阵，古人所讲的巫术啦，因通灵的呀，这种信息会非常多。
这内底无一定啊，拢是仙呢。还有啊，真多恶鬼的恶作剧。鸡毛啊，佛菩萨，鸡毛神仙来给你套信息。真正有这款代志啊！这想要安怎呢？这个时阵，一个真自然的现象，那就是心静的人，甲佛菩萨啊是有感应；心邪的人，甲魔鬼有感应。这是咱看《古往今来》中国外国普遍的现象，静甲静相应，邪甲邪相应。所以呢，心意静心重要啊！伊爱静啊，心爱静，邪我邪门我都伊都袂侵入你啊。实在讲，伊也对你嘛真尊重，你也是正人君子。我也轻易来模仿你啊！如果你心内有瑕疵，伊就会来勾引你，来引诱你啊！啊，伊是希望你啊！对恶道啊，诸佛菩萨是希望你生净土啊，希望你成佛啦。遐个魔王外道，伊希望你跌落到轮回，希望你啊对三恶道。伊诱导你去那边啊！伊个诱惑的力量太大，已经现实啦，明明利用摆在你面前。中国古人所讲的“沽名获利”，你敢会动心？在些名士随摆在面前。伊未动心，你心才会当得静。如果你动心，心就邪咯，心就歪咯，魔就会入来咯。啊，这款代志，佛是不是会当帮忙？未当啊！我是老师啊，老师只会教你。把事实真相讲出来，跟你讲，老师指你的路，路是你自己行的，老师不能代替你行，这点你一定要了解啊！佛法如是，行道嘛是如是，心甘的保庇人未当啊。行，因为你做好事，你积德，伊奖励你；你做了恶事，处罚你，你就亲像政府官员共款。伊袂当啊，随随便便随个意思来甲你奖罚，袂用你。伊都爱看你的行为，你善意啊，保障你是对的；你做恶，伊处罚你是对的。拢是家己自作所感应呀，唔是有关啦。佛菩萨是师道啊，伊啊唔是政府也无管啦。伊会教你要按怎去做，你行善。行善目的不是要奖赏的啊，我应该要行善。
我不应该做恶啊！佛教咱这个道理呀、啊，依照啊佛的教学啊，认真努力去学习去修学，你就好做。你有什么好做呢？和尚，你去佛教大学去读书啊！西方叫做世界，都是诸佛如来。因啊办的这个佛教大学，阿弥陀佛是校长啊。和尚，你去读书，毕业了后就摕着学位，这个佛陀，你摕着佛陀的学位。这个比如你较听有啊，这个比如真正切实，咱学会的目的不是别项的，主要去提学位。阿罗汉、菩萨、佛，一个向上提升了。佛是最高的学位。每一个人都可以当提到，每一个人都应该去提到啊。所以大乘教来的佛上讲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本来成佛。这不是假啊。耶罗国土求发音声，下做佛书。这个佛书是教化众生啊。众生文化开悟正果啊。我谈书赞为不可思议啊。如此音声，清畅哀凉，美妙好雅，这个音声好听，严厉啊！以及书文，有处音声清畅哀凉，美妙好雅，以及书给咱那解释，清者清净，闻者不思作念心故啊，用阿音吗？用过古早时阵音乐、歌舞、戏剧，现在讲文艺演出啦。内面啊，包括说唱艺术，中国人讲的大歌书之类的，拢爱遵守一个总纲领、总原则。这个啊，孔子讲的叫书无瑕。你的演出，互人看到、听到，没有瑕疵啊，无好的念头生起来，以这为原则。所以社会和谐啊，人民心静啊。现在这个表演呢，中国古人的标准都好是180度的相反，为惊讲袂当引起人的瑕疵。
以这个为目标，这个也不得了啊！所有一切表演，都希望跟你的内心来对，一个三道银梦给勾引出来。这个社会那讲未乱，所以今天的社会为什么变成这款的呢？只有一句话：教育出问题。伊甲人教歹咯，中国古代几千年来，重地求安，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，对中国人的智慧啊，无迄个未佩服个。这么大的国家，这么多的族群，这么多的人口，为什么治得这么好？就是在我们这条街的那头啊，这个人困死人大屋，我们在这头一直在那头一条街啊，那像是准呢？校长请我吃饭，这个学校送我一个博士学位，学校的教务长啊，迄天来做陪。有两位教授，伊甲我讲一件代志，伊讲啊，伫这个二次大战以前，欧洲有一批学者真认真地研究中国，就是讲中国为什么几千年来会当威胁着社会政治纠安，什么原因呢？伊啊认真研究，得到一个结论，可能是中国人重视家庭教育的缘故。伊啊，甲这个代志甲我讲，我当时回答伊，我讲这个结论啊，一点也未错啊，确确实实，中国人重视家庭教育，中国的社会是以家庭教育为基础。你看，大家有书堂，大家有家谱，你个家谱就掀开，一定有家规、有家训，迄就是因这个家庭教育的宗旨啊。因家庭教育的总纲领、总原则，大家都拢有啊。对细汉都甲人教会好了，所以做官真正轻松。啊，刘克文做总理的时阵，伊也邀请我去国会去参观，伊底下招待我。啊，我见面捧一大杯咖啡啊，跟我讲啊，伊每天爱啉五大杯来提精神，但是啊，太无闲了。精神无够用啊！我当时甲伊讲军校，我讲啊，今仔日的这个社会，各行各业，恁啊，这行是最辛苦的啊！伊同意啊！我讲做我这行是最快乐的啊！阮两个来对比，伊个。笑起来咯，我们是老朋友咯。我讲啊，不过在这个中国古代，做官这行是最快乐的。为什么呢？
做官伫社会上有地位，伊是一个地方的领导人。台务嘛是不一般啊，我无代志做，你看偌快乐啊！四库专书内面的一部啊，一般以上拢是做官人写文章啊，无代志做才写文章啊，写诗写书啊，也就来娱乐啊。为什么无代志做呢？社会上大家人拢是好人，无犯法的人。无作奸犯科的人，拢互每一个家庭教好咯。你伫社会上做唔着代志，规个家庭啊、收入啊，你看迄家啊，家教无教好。所以啊，每一个人拢重视家庭教育啊。希望伫社会上做好人，大家赞叹，而无人因到出好子弟，祖宗有功有光彩。所以公台蒙迷啊，啊做歹代志是体力啊，下祖宗的命啊。所以起心动念、言语做作，拢嘛真谨慎，唔肯做唔好的代志。所以啊，人拢教好咯，做官就无代志了。你看董太宗的时阵，京官之地，听讲有一年。全国港个内底只有20人，无犯罪啊！人无愿意做犯罪代志啊，所以做官是最快乐的代志。人人拢想要做官，好啊！读书，读书就会当去考举人啊，考进士做官，最快乐的代志。亲像现在做官这样尔艰苦。古人则袂做这款代志咧，太辛苦了。什么原因呢？教育出问题啦，不是别项出问题，教育出问题啊。中国古人讲啊真好啊，建国君民，教化为先呐、啊。你啊建立一个政权。领导全国的人民，什么上界重要？教育，教学为先呢、啊。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是个教育排在第一位。换一句话讲，政府各个机构部门啊，拢为教育服务，所以啊，才有形势出现。现在唔对咯，现在个教育排在最后。把工商企业排在第一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人之必经，大家拢要来烧钱啊，社会就动乱了。2500年前，民主建牛辉煌，讲得真清楚啊，唔通把这个利放在头前，利放在头前。上下交争利，大家拢争利，这个国家啊，都危险啦。现在就是这款社会啊，明主2500年前都看到了，把伦理道德放在第一位，大家小妞，伊啊。不是真互相扭，所以囡仔对细汉都学啉扭，较大一点啊，知影通谦扭、谦虚，真正有学问的时阵啊，力量啊，中国人啊，扭到底啊，袂精啊。牛会吃亏，袂绝对袂吃亏，所以爱相信，爱相信因果。命内底有你，绝对有；命内底若无，你是用什么方法拢啊得袂着？
用无正当的手段得到，也是命来对有的，迄敢是真正冤枉呢？错咯，真正错到对，完全错咯。我伫旧年年初，即一年前，一年前的代志啦。有一个同修送一本书给我看，感想这位高先生写的，是附体的一个报告。2100年前，罗马凯撒大帝派一个军团来侵略中国。这个军团在中国全军覆没。这个人鬼现在也非常活跃，附在人的身上，把当年的故事讲出来，写作一本书。这个兵团啊，完全都是这个孤魂野鬼啊，真可怜啊。但是啊，因真正有义气，因无脱离组织，这是鬼兵啊，鬼的军团啊。拄到一个菩萨，叫做利宾菩萨，大概是观世音菩萨化身来救因啊。甲因接触，头一句话就问伊讲：中国毋是恁个啊，恁要来创啥物？哇，看到这句话，我感触真深。这就是因果报应啊，丝毫不爽。因武力抢来的所在，拢是家己的啊，拢是家己命来对有的。命来对哪无，唔是你的，所以你来吃全军覆没啦。这句话啊，用意真深啊。哇，这句话讲日本人在中国八年抗战，最后投降，中国不是你的啊，你来创什么？啊，满清入驻中国，那就是讲中国是你的，你来中国来，你真正做皇帝了。命来对有决定有，命来对无不能强求啊，强求做罪孽啊，错了，怕见太郎。伊所得到是将来别个来对果报啊！你所得来是名利，是你命来对有的啊！无论用什么手段，拢总是命来对有的。但是你的手段无正当，你也做罪业。而且什么？你所得来这个利，怕折扣了。比如讲，你命来对有100亿。用无正当的手段，你得来是50亿，感觉真了不起。其实你若知影我真相，已经了去一半了。你讲你有偌冤枉的啊？你偌可惜的。人唔通用无正当的手段，唔通用欺诈。欺诈对家己的伤害太大了。好家人的在乎是安怎得来的啊？你命来对有的，你命对的为什么有？过去生中受灾报施，这一生当中你得了在乎，你命来对那是无你得未到啊？前几年。我伫香港的港经，熟悉一个老技师丹龙，
惹你戒心咯。你下口差不多，伊甲我讲，到以后我才知影，伊甲李嘉诚的关系真好。伊甲我讲，李嘉诚是汕头那边的人，朝鲜人啊，30岁来香港来做生意，拄啊开始啊。就拄着了，伊一个看上的啊，会向风水的高手啊啊，就甲李嘉诚啊谈，伊讲啊，你将来啊做生意，希望要有偌济财富啊，你才会感觉满足呢。李嘉诚甲伊讲，我会当有3000万，我就会满足。但那先生甲伊讲，你唔知啊，是命内底灾祸啊，是满出来啊。无论你啊做多只行业，拢会赚钱。你将来是香港首富。你家庭一生拢无离开呀、啊，大大小小代志拢向伊请教。命内底有啊。你甲李嘉诚做同款的生意，伊趁钱你死本啊？为什么你命底无啊？你伊命底有啊？命内底有，伫什么所在来？是过去生生世世真爱的修财布施啊？安尼得来啊？这佛经上讲啊清楚啊，庄严智慧是发布施的果报啊，健康长寿是无畏施的果报啊。你会修这3种布施，你命内面的啊财富啊智慧寿命全部拢增长咯。这个道理，我初学佛的时阵，张家大师甲我讲的。一、那个老人嘛是真厉害啊！我对张家大师迄年我26岁啊。张家大师65岁啦，大我39岁，阿公辈啊。伊看我的相，可怜啊，一点啊福报都拢无啊，嘛是灾祸啊，空空，而且个短命。这我知影，真侪人甲我算命，我的寿命只有45岁。我真相信，因为阮家的老人拢无过45岁，阿公45岁死了，阿伯嘛是45岁走了，阮老爸嘛是45岁，拢无过45岁，所以甲我讲45岁，我真相信。我有福，就希望讲45岁迄年的时阵，我往生。迄年可能得一张病，病一个月，我就念佛就往生。唔过一个月后就好去咯。有病以前咧，我伫贵人的大概是功能严谨啊啊，讲一半就病咯。我就知影讲寿命到了，我也无去给医生看，也无食药啊。门关起来念佛求往生，我有这个观念。医生只会当医病，袂当啊医命。你想要搞你找伊无路用，一心啊求往生，念一个月就好了。所以我45岁以后命拢是延长呀，有佛菩萨加持，也好，这个人证明
甘子华不啦。伊嘛是张家大师的学生，大我十几岁。有一摆，李仁龙火锅发挥内面拄着，伊甲我咧开讲，甲我讲，伊讲啊，真空法师，你无伫个时阵，阮伫背后咧讲你啊。我讲讲我什么？伊讲讲你这个人也有一点啊聪明智慧啊，真可惜无福报过短命。我讲这个代志我唔免祈求，我清楚啊，伫我面前讲也会用哩。哇，拢嘛会当啊接受啊。伊讲你现在这几年，迄、那个时阵我钢筋大概有十几年，十二三年咯，你钢筋的功德真大。你的命运改变了，伊讲啊，你的福报就是啊，财源啊，亲像自来水共同款，源源不断而来。你的寿命真长真长啊！你甲我讲这代志。这个代志咧，以后我伫美国，或者算命人证明了，我甲这面甲伊讲，伊替我算八字，伊讲甘子话不讲的真对，你确确实实寿命只有四十五岁，延长了，真正是长寿啊！伊讲你的财是空财。你家一分都未享享受，拢是做工业、祖先事业。伊讲这个好，这个财好。如果家己享受这个财，并唔好。伊家己啊，一分一毫都无享受着，对啊。所以，一生无财的观念，我绝对未求啊。我也无希望人送钱给我，送钱给我，我就要操心，这个钱是要安怎去用，给他背负，唔通去错了因果，操心啊！无钱偌自在，偌快乐的啊！啊，什么心思都拢唔免去烦恼啊！这会得到啊清净心。一生学释迦牟尼佛，这是啊，张家大师教呀。释迦牟尼佛一生恭敬教学，对三十岁开悟就开始了，七十九岁圆寂，恭敬三百五岁，煞法四十九年。所以，我看到这个事实真相，释迦牟尼佛不是宗教。跟宗教啊，风马牛不相关啊，伊是教育啊。啊，中国孔老夫子、孟夫子完全同款。伊啊，太单纯了。孔老夫子学成了后啊，始终想要做官。周游列国，就是希望讲有一个国君会当啊去聘请伊，甲伊啊做代志。伊心目当中最敬仰的啊最佩服的，就是周公。伊真想要学周公啊！周游列国十几年，无人要用伊啊。所以老了，即回去啊，教学，回去家乡，迄年六十八岁，伊七十三岁走，伊老大人教学的时间只有五年啊。释迦牟尼佛教学啊是四十九年啊。这个
历史爱的认识。有道当年在世，无见寺庙，无见道场。好，咱后人去想，伊啊一生皆游牧的生活，暗时伫树下打坐，你是去外面去拓跋，伫中医师树下一宿，1255个弟子，甲伊的生活方式完全是共款。拓跋中昼食一顿饭，食完了后，大家啊做伙啊。好甲大家讲经教学，我相信啊，像水地主以外，也阁有临时来，临时来啊参加，我相信啊人数袂啊少有上水将，安尼去估计啊，像开摩尼佛这个团体，应该是啊将近啊3000人左右。这大的一个团体，每天在教学，无一天空过啊！教学、研究、讨论、分享，做这款工作，露出乌皮啊！所以啊，用今仔日学术上的这种啊，心态啊，来个看咧啊，释迦牟尼佛是一个社会教育家。教学的内容啊，无所不包啊！你什么拢会教，什么拢会讲，有问啊，必答啊！什么疑难杂症来去一下，拢会化解啊！大教育家，但叶新芬用现在话来讲，伊也是一个。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，伊无收学费啊！孔子也收一点仔学费，作修啊！释迦牟尼佛啊，是无收学费啊！生活靠托钵，非常简单。这是甲后人留了最好的榜样。咱啊，应当啊学习教学道场，简简单单就够了。现在人的身体比袂着古人啊，释迦牟尼佛迄个时代，你看遐个人暗时啊，伫树下。风车啊，好恶你拍，拢无妨碍，身体好啊，身心健康啊。但现在袂当改变，就只嘛风寒就会感冒啊，中风。因逐天过这款生活，无代志啊。佛经里面有医学，我毕业时阵，最通常治理的方法啦，就是用这个，用灸骨，有科学根据无？有啊。你看，一般用推拿，无需要用医药。现在上好咱知影，上好感冒最有效是什么？热敷，利用热敷，有伫咱的这个颔棍的这所在，一个有十分钟都无，都恢复正常。寒气逼出来咯，你感冒就好了，没用药啊。就骨上关呢，就用音声，你这个器官都会阻塞咯。迄、那个音声真准确，
音响发出来，把这个器官震动啊，伊就开了，问题就解决了，用音响。所以经典内面啊，治病的才会照顾真多，现在去念无一个会灵。为什么？迄都要靠传呢？音响都要正确，这个音响的当地一个拍到这个部位，你差几秒都无效啊。所以这个方法啦、啊，同调时阵也阁有啊。同以后渐渐都失传了，一定爱啊靠传，用这个音响。来呀、啊，震动啊！这个筋骨，所以讲疼痛啊，疼痛不是骨头疼，不是肉的疼，是筋筋的疼。筋啊，连做一个，你该啊，乱乱开都无代志了。因这个原始点都是用乱的方法啊，把你在乱来开。啊，针灸是用针，用灸的方法，原理拢是同款啦，方法无同款就对。所以啊，最古名啊是用音声念咒、心术啊，什么病拢会医啊。可惜现在无这种人咯，这无这种老师，你就学袂到。不过有一种原则，端正心念。心爱好啊，无恶念都袂破病。这是啊，总原则、总纲领啊，清净平等觉，哪会讲破病呢？无可能的代志啊。所以啊，这个总纲领啊，两条呀，咱啊认真学习，身心健康，无烦恼，无忧虑，无恶念呀。对呀、啊，消毒业障咯，这业障病都无去咯。西方叫做世界，你看这树啊发的声音，都会当叫这听的人未生作念心过，这个好啊，这都是书无瑕。手都有这么大的功德啊，勇者宣扬，有灵宣扬，时常发过这个功德啊，大年殊胜啊，时常就是有丢人生的真相啊，你常常听常常看，有丢人生真相就明白了，这个明白就是见性，实相啊，就是本性。彼呀，本作清扬，这地啊是啊，引用《法华经》顶面讲的。无量寿经里面讲清净，意思是啊相通，根本是清净，通者畅通，反通令令闻者殊畅，有故通晓之意，令令闻者通达，实相法故。这意思比清净的意思也搁较好，从个意思好啊。那讲是听个真舒服，而且听了后啊，会感悟实相，会帮助你啊开悟。爱者必爱啊。本者人生大悲心故，大慈悲心啊，会听会出来。在这个音声里面，音声里面肯定
马酸荣，得到三毒，予咱众生的信息。在这个音乐的内面听到了后，自然就会生起怜悯的心。众生有感，菩萨啊都有应啊。众生有心，有烦恼，梦想分别执着，拢种苦集。菩萨无心吗？菩萨这拢是啊，发心菩萨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当机土啊，下下品龙生。遇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第二十愿的加持啊，改做阿维瓦帝菩萨。这关重要。阿维瓦帝是什么菩萨呢？也教讲呀，地上菩萨。换一句话讲，虽然伊是当机土，伊的智慧、神通、道力、功德，拢甲十八土啊，拢嘛是同款的啊。换一句话讲，因那是真正甲阿弥陀佛的智慧啊、神通啊、德能，拢总变作伊家己的。阿弥陀佛确实用作一体，助他不离，所以有能力帮助愿法界、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内面的六道众生，有这能力。啊，咱有净土，都爱学这招啊！你都学丢了。这个世间名闻利用五欲六尘，七情五欲，啥人爱拢总可以，唔免去障碍伊啊，伊家己拢可以啊。咱无爱啊！我甲韩馆长相处三十年。我们的相处非常和睦，我们是无厉害，伊骂我无爱，我骂伊无爱，这个合作就好了。伊骂名门利用专好伊，我骂是啥物？每天你给我找机会，我会当上台讲经。就是这样单纯的条件，听众三个、五个、十个、八个拢会用的，练习钢筋啊，学钢筋。我啊相处三十年，三十年真正是无中断过啊。这个三十年成就了。成就了伊走咯，因为这个念头呢，啊，就是讲向好的这个念头，伊也无未记哩啊，所以啊死啊，伊唔是去极乐世界，伊去天道去，继续向好报啊，现在到极乐世界去了，大概现在干我了。天不究竟啊，也是去叫世界较好。何其净土法门，甲阿弥陀佛的缘亲啊，只要想要去，伊就会当去也行。也因故不丝毫不爽啊。啊！我这个一生什么都无爱，
函馆的王星，道长，你伫个时阵拢总是个名，阮无成立董事会，因后生辈全部都可以。迄个是五刀五字辈人不服，要起诉拍官司，我甲因大家磕头，恳求啊，千万唔能做这款代志啊！做这款代志，咱就无成合佛的人咯。合佛人相信因果，命内底有肯定有，但未去的全部可以啊！啊，阮去到新加坡，新加坡带了。将近四年，阮才来到这地。咱的修学环境、生活环境不断地提升啊，大家觉悟了、明白了，真的是不是假啊？明了都有，行到倒位都有人扶持啊。相信命运啊！未做唔到代志啊！你啊，心安，不求啊！真正做到无人无争，无事无求，啥人买？只要我有，拢做好你。我一点也未当生，愈是愈多。这是我六十年的经验。哦，是咯，愈是愈多。是财，财我们不知道对对来。我这两年，你看，买了一百套的这个，一百套，一百套的，四科专书啊，500万美金嘛。这摆啊，我搁订200套的会邀啊。四科专书会啊，200套啊，一了10万套，董太宗的君主地要，10万套啊，国家地要，总共500多万的这美金，这两个合起来1000多万，钱要付清啊，我唔免人个提钱给我。你若好我了，我都还阁想要替你安怎去用？我现在老了，无想要做这代志，什么代志拢无想要做，除了钢筋以外，什么都无想要做，活动也无参加。现在好是什么？好给有人啊！我拢好在少年人啊，代表我参加国际活动。我现在就愿意住伫这所在，每天4点钟钢筋，好啊，真快乐啊！老处不疲呀、啊！我将来往生，希望往生伫咧钢台顶啊！讲完了后，甲大家告别，我要来去了，来去叫做世界去啊！这偌自在啊！啊，所以呢，学佛会有偌大成就，拢在你放下偌多。这是我学佛60年得到的这个经验。哎呀，你帮愈多，你得到愈多，你悟愈多。无论伫各方面，你拢会得到大自在。闭关都是啊，放下，你唔肯放下，啊，你就是业障啊，迄个麻烦咯。啊，今仔日啊，时间到了，咱就学习到这地。